心目中好像不是一个什么东西。嗯，因为我不知道应该用谁的特辑或谁的反应，就会突然没戏。嗯 ，OK， 明白。对，好，那去跟他商量一下吧。对。不是，但是我上一颗姜黄哥超好，但这一颗没有那么好。但如果他不说，你刚才说正常的尊重他的话，是吧？那你没说什么呀？为什么你叫肯定？而且姜粉堆到晚上就不会有问题。对啊，好，然后稍微转一点点，变成背了，感超好看。就是侧面那一颗，侧面那一颗，因为一开始戴在45更少一点次，然后因为是前期信息，其实不用正，然后你听完之后你就很气，然后你看一个情绪就跑到你哇，完美电影，反正只要有看着他，然后低头一下再低头的这两排全部都要，那个镜头里面的所有都要。对，这样才是从头到尾看着我嘛。然后站定以后很骄傲，对，这是大三的，然后还这样，而且连看都不看，你拿这样，是这一排连看都拿这样好的，哦，你不是讲的 iPhone， 你连看都不看，帅气的。对，你就直接了哈，对，其实是这样嘛，你已经在生气，他又来跟你有一句说。我知道你怎样，我没。所以你那个前面应该是前面那个，不要紧张。就是他讲完之后，就说我知道，我常常不是会这样子吗？人在生气的时候，你过来讲两句，你就会说，我知道他在讲的。你切往沙发那个方向去，你要给画面越一点压力。你不在自家公司。然后画面越这个时候，你就会为了避他，你会往前。你看得到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他往这边，你就往前，往这边哦。那我要看。你在对，所以你在这里嘛，你就看到了嘛。哎，慢动作啦！啊，我很慢，不行。不是，你要让我把戏讲完的，你不能一直走，就讲不完了。好，画面在那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过，画面成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把工厂关掉的。你从花明月身上夺走一切，花明月失去的所有，我一定会帮他要回来。你给我好好记住我现在说的话。对，这只手比较重要，这只手一点都不重要，这只手比较重要。好，来再试一遍。好，毕竟呢，比他快，对。哈哈，怎么真的是？然后他摸摸你，你不是很不会，你就撒娇吗？啊，就整出来，他说，你就别追了。我班长回去，那边有三九，真的就别追了。好，回头再跟你研究植物。回头再跟你研究植物。不追吗？我真的不追吗？我就是觉得你要追了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其实应该是没有搭理他的，他们出去你就还是想追啊，还是想追，因为你要有下车的感觉啊，就这一次啊，我是给他来开，对对对，你要有出来再说 ，OK， 然后等一下甲乙丙丁也要有，他们有石头，赶快通通，对，通一通，再看，然后再回头。你太叫不多，我眼睛好笑哦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一个。我跟你讲，是第一个在猜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会？他应该也不会知道，是应该第四个想起来。因为状况在于摇上来的时候，叶雪到底是看前面还是看后面？因为你要抓那个时间点。就是如果是现在这样啊，叶雪是看着这样，然后才对。对。但是如果是这样，叶雪他就会直接，对，他就不会往下看，他会直接这样看，就是这个点不一样。走。然后这个挪过去一点。对，那对齐灯吗？还是那个它？松的可能还是有多一些。那边会不会很空？因为我撤走了。